原标题：简讯，英国议会下院再次否决脱欧协议。新华社伦敦3月12日电，记者桂涛顾振球。英国议会下月12日投票再次否决了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。英国议会下院当天经过辩论，最终以391票反对、242票支持的投票结果，第二次否决了脱欧协议。今年1月，英国议会下院曾投票否决脱欧协议，并要求首相与欧盟继续谈判，修改脱欧协议内容。根据此前协议，英国将于3月29日正式退出欧盟。晚安。